找找着过去的种种，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看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，期待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，期待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叔，我来家串串。叔父要替恁找一个大叔兄。大叔兄，你是？是阿英啊。伊有佛缘哦，师父要度化伊啊！我第三，你是不是听说有副车信？平王，你是什么物件变的？唔通抓做我唔知影。我看你紧当恁山东好好修炼，卖阁甲阿英哥哥甜啊！阮才无欢迎你，你请。阿英即卖人伫迄度。伊即卖无伫个，去山顶采药啊。平王啊，阿拉有去山顶买药啊无？阿英。你过来，喂啊！你阁想要叫我去做伙啥事？我甲你讲，无可能啦。阿英，你到今麦阁看袂破相？好先生，请你马上离开家。阿英，我随时伫个五边山的美丽公等，方便事事，行。等你帮我一个人，做你出家呢？袂啦，我有你这个水母，我哪敢出家呢？阿弟兄，阿弟兄，你看啊，甲小哥无去安尼，我甲生去找哦，拢找无人呢。找无，你再继续找啊。嘿，阿弟啊，因走去是倒，你知影唔？这下来找无因哦，这个案件就无法度通破呢。要找因两个，你会使去问李公英阿娘。有啊，我去问过啊。李公英阿娘一直就敢那下到了，问啥都无爱，一个要安怎啦？唉，唔知影安怎，就爱用头壳想啊。哈，搁要我想哦？哎呦，怕是想啊，我头壳疼。哎呦，你甲欢欢喜喜咧耍的时候，袂头壳疼啊？嗯叫你想，你就头壳疼。先段，咱下晡啊，走去动运动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金毛甲咱讲，讲迄个布袋赛啊，揣迄个细汉阿肥等于迷途洞啊，也是讲迄动力公甲你银行会走去阿庙。对哦，胖师兄，我来去迷途洞找金毛甲小公无？你若想要去，你就去啊。孙大，我是你今日布袋赛哦，比什么棒？等你去加找几个卡手，做阵来去。啊，是要做啥？叫我来去，你就知啦。阿英，你绝对袂用去弥勒洞。是啊，阿英啊，你听住人爸的话啦。你去弥勒洞哦，嘛无法度通斗三工，归去哦，你留点店，固定够影。嘿啊，阿英，金芳哦，即摆跟你弥勒洞，我看你也是莫去啊。安怎啦？恁是要惊我去做伙伤心啦？不是啦，阿英，你先莫生气嘛。咱若是拢去，是啥物送门去阿姊甲姊夫因家嘞？总共一句话啦，恁就是惊我弟，叫我甲你低脚低手对无？阿英，
我是要去抓凶手呢，不是要旅行呢。我才讲的动力工是放毒的歌手，我是为了你的安全，占无你去呢。阿爹啊，我看无恁去好啊，我留一点来陪阿英。我不是囡仔啦，我没人陪，要去啊，走恁去啦。无恁去啦，那是找到因吼，他早回来。阿英，不管去咪个东，我找到因还是无，我拢会早回来。姑娘，我千年灵芝已经去予你抢，你搁敢来我的美丽洞？唔惊我找你算小账？师傅，今后今仔日来是要向你请罪？向我请罪？我看你是恶性难改。报第三啊！卖讲遐歹听，人讲见面三分情，遐你讲安尼？好就先。我看你是和这个妖精买起来款咯。无啊，我哩知，你安开嘴啊，嘴拢讲阮查某囝是妖精啊！你若讲讲安尼，我会甲你拼命哦。嘿，我今仔是来找人，唔是来相骂，请问小光甲银凤到伫遮？恁要找的人无伫遮，请恁转去。无得使，安尼讲对，阮安尼千里迢迢来到遮呢，遐你嘛在遐捧几啊袋请问，也要送去嘛也未办。叫恁转去就转去啦。安尼讲是你待客之道哟。何秋仙，我已经对你足客气，你若唔走，卖怪我对你无客气。阿爹，卖怪伊，等你来找。姑娘，你若唔听我讲，我就要和你好挂。金凤姑娘，我看卖叫你爱生气，那是来等好啦。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找到银行，我袂使害，搁再害人。你凭什么讲银行害人？家营妹啊，唔肯出家做和尚，你这个妖精，你才是害人。你如果骂阮早嫁是妖精，好啊！你这报地主啊，我今仔福州县也无甲你拼，我唔是人啦！阿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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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唔紧走？阿爹，阿爹，这拢是怪阿爹，功夫学无起，老亏。金芳甲宋亚新的秘密就懂，唔知我找到金芳解渴白面的无啊？应该是会找到。不过你已经去遐久啊啦，到这个时阵你也未倒转啊，实在有人足烦恼的啦。阿英，阿英，快到船头阿英。真的，阿先生，真的，阿英，你先生啦，阿英受伤了，先生受伤的啦。阿英啊，看报台上拍着伤的啦。金芳。你去夹一条香油啊，给阿爹吃。好，我随来夹。阿爹，以后饮酒更爽快。阿伯听阿爸，我回来去房间休困好不好？今晚那是我点灯，我到家休困。小师傅啊。啊！恁里面就当时有找到警方解渴白面的无啦？无。啊！恁这全在大山填海了王江咯，啊！佫还算野先的，只有破铁塞牵卡呢。哎，老表，不要紧啊。警方甲同你讲哦，也不是迷恋到，伊破铁塞哦，甲隐藏起来。伊惊我去找到因，所以才出手甲我破铁箱。阿爹啊！阿姨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金花，一定是为了你家头的千年灵芝，所以故意要来跟咱作对的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也较细气啊！哈，那个布袋师要我叫你出家做和尚呢？我得输的武功啊！银凤哥，你也无我照顾小公。小公，我得师傅替你武功解毒，你得配合才有效果。你千万唔通放弃你家己，等你好起来，
我也替伊生足侪足侪囝仔。小哥，你有听到无？唉，这是你命中注定的劫数。你两个人，你和小公好好休息，唔通吵。叔，小公的身体敢会好起来？引体来到，敢唔通完全化解？你卖想了，我阁想看卖啊，还阁有其他的办法无？多谢师傅，我阁有一件代志，想要请师傅到三江。这件代志我无法度帮忙。我同我袂讲的，师傅奈知影讲无法度同我到三江。你必须要找你的原型本名，你两姑娘，我的道行也无够，我劝你去找布袋和尚。一定有办法找到你的原型本名。师傅，你就是布袋师傅啊！我的法号叫做布袋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和尚，伊的法号也叫做布袋，伊的法力比我强太多。你去求伊，伊一定会跟你斗三工。多谢师傅指点。先生啊，已经爬起来，足叮当的，看形看还过会听。不要，不要听你。好呀，员工你确实呀，过亲莫切啦，我还想要配合你啊。真的，你那欧龙胖师兄啊，你欧龙到底哦，伊那欢喜就安尼，愈来愈肥啦。这大太公安尼啦，阿姨甲我治疗伤点点，我当然爱甲欧龙一下。哎呀，不要，你不得使吼，就管你啦。照道理，运动的修养是愈来愈好才对嘞。你是讲，哎、欸，这脾气那也歹，哇、哦，歹性地，七手就搞我伤嘞。先生，你卖讲别讲人的是非啦。胖师兄，现在哪有讲人是非啊？迄奇怪是讲吼，迄布袋师是安怎要甲小公甲银鹏斗相共？伊两个是歹人呢。歹人不是永远拢是歹人，但银鹏甲小公想要做好啦。布袋师应该会甲斗三工啊！阿伯啊，阿那照你安尼讲，杀人犯啊，即摆变做好人，也以过去所犯的罪，咁就免负责任是？银行个小工即摆唔敢去啦，无对，伊即摆是咧躲避这里。县城内底发生了大大小小众多代志，嘛唔是完全是两个做的啊。胖师兄。很多人除了小公甲银鹏以外，无还阁有谁啊？这个人，伊即马真痛苦，但是伊马上就要解脱了。阿弥陀佛。阿娘，你过来我家是搞什么代志是？小公甲银鹏下毒的案件，我已经压力落去啊。这是安怎讲？有人用孙案大人报，过两天啊，孙案大人就亲身来咱这个所在调查。我这点乌想无，已经治未掉。是甚么人骗孙案大人报告？纸袂包你血，咱这个所在毒死这么多人，代志闹这么大，孙案大人当然是会来调查。我知啦，你为着要升官发财对无？小辈啊，我是公事公办啦。你跟我讲，小公甲银通，伊即卖人伫咧倒位？我袂甲你讲，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！你还要我安抚小公？伊是我的囝，我当然安抚伊啊！我是你的大兄，敢讲你都无顾着我死活是？阿兄，我即卖嘛是走投无路，你是要叫我安怎？你俩是安尼做，连你嘛有罪，你知无？这我家己有干我的，把小公也整死，你们甲苦困，在灭世之前做一点仔好代志，他说你乃是出来自首，我这根乌须无只保会掉啊！哎呀，讲来讲去，你拢想着你这根乌须无？好，我会叫小公去自首，倘我你升官发财。你甲小公讲，
阿姑会感谢伊会当出来自首。当然，我会减轻伊的罪，会当予伊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多谢，你确实是一个真好的阿姑。稍等一下，你应该是云芳的阿姊金芳芳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董立功阿娘。你是董少爷的阿娘？有什么贵事？我是来给您看看。唔免啦，我阿姊甲姊夫，今仔佫关喺家楼内底，拢是恁董立功害的呢。你给我出去！你一定是阿英哦，阿英，你确实是真好的囡仔。可是阮小公哪会当甲你同款，我慢慢替伊遮尔啊烦恼。阿母，我相信你今仔来阮家，一定有话要讲，无来恁坐啦，请恁坐。多谢。金芳姑娘，我今仔日来这是专工要来甲恁道歉，也阁有，这个文娘是要赔偿你的损失。我唔爱你钱啦，我唔爱死，你害我阿姊甲姊夫清白啦。我嘛甲关老爷求情，伊嘛知恁阿姊有心，伊马上会放伊转来啊。阿姊夫咧？你买点面粉回来。阿母，真多谢你专工来跟我们讲这，要不过银两我未使收，请你去回去。我爱银两有什么路用的？金凤姑娘，麻烦你跟你阿姊讲，这个银两是要让伊囡仔好好啊读书。唔通甲我同款，我若是无好来教育小公，结果害着伊，也害着我家己。是嘞，快来走。哎，阿你有文娘啦？唔讲老母，哪会讲这奇怪话？别这样说了，我们有一天也会做别人的父母。你想看看，我若是生一个像董立功这样的孩子，我一定会跟他同样伤心。啊，这个文娘呢？你先收起来，待会儿七点来再交给他。对啊，他刚才说阿姊跟姊夫会真正就放回来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相信伊袂骗人，阿姊甲姊夫真紧就转来。期待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阿仙，不怪温度到底是安怎？这个还先讲呢，不要紧啦，你这里倒是跟我讲。夫人啊，你的命照你讲应该是大富大贵，也唔过是安怎是？你的八字上面有香煞皮条，唔什么叫做香煞皮条？香煞皮条啊，对子孙啊较歹。老夫人啊，拄则我讲的话哦，你要信就信，也唔信太信，卖客探心头啦，吼、哦。我知影，多谢。参赛参赛啊！新娘，来，阿贵啊，对对，哎，你知影伊是啥位啦？哎，唔知影，谁啊？
伊就是董家的老夫人。董家的老夫人，也唔董立功的老母。无怪哦，就是啊，你食毒放毒的八字才会遐尼易啦。先咧，阿伯较慈悲咧，好话可以讲，歹话卖讲遐济，卖让人太伤心了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我你用看卖啊，师傅搬草要创啥？有吃，不是师傅阿婆师傅，阿婆师傅想吃。没有小光哥哥吃啦。小光哥哥是胡宝。不是啦，这是油草，没有小光哥哥解毒的。阿娘，你哪来吃？小光哥哥。阿娘来看你了，小公，你若卖大汉就好，阿娘就怀念你做囡仔时阵，你是一个遐尼啊乖巧，遐尼啊疼。为着要遵守咱长门的规矩，阿娘受过苦尽，怎害你今仔日变成这样？小公，你原谅阿娘好，阿娘知影我唔对，阿娘知影我。阿娘，是我妈，那是我害小公的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讲十后日啊，我骂你，我骂你有啥物路用？告诉你，当初是人叫听我的话。今仔日嘛会变成咱这款的地步，阿娘，我的师傅已经亲替小公找药啊，我相信小公的病一定会好的。你起来，小公，假使你的病若好起来，要带阮翁做母，阿娘也无反对。已经老了，无法度阁照顾你一世人，都好阮翁来照顾你。阿娘若百年后，还在安心。云峰，小公，我来拜托你照顾伊。阿娘，你放心，可别来等。山路就歹行，我送你落山。金毛嘛，阿浪嘞，金毛阿浪，阿姐回来，阿姐回来啊！先生，先生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你用官大发财啊！嗯，阿浪嘞，我你是讲什么笑话？但我红官都已经够衰啊，什么恭喜我大发财？无啦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用官出来，我包一个红包给你，给你恭喜，给你大发财啦，啊！呀。等下啦，金毛呢？伊伫后边吼，煮猪脚皮线，要互你食啦。阿姐，恭喜啊！哎呀，早人坐到见笑的，那有啥物通好恭喜？无咯，你莫安尼讲，即摆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你食一碗猪脚皮线，解闷，祝你以后顺顺利利，早一日生一个肥肥白白好心。啊，对啊，阿姐啊。这钱哦，是董小姐阿娘讲要补贴咱损失的钱啊！哎呦，阿弟当时变甲遐好心。哎哎哎，吉叔，吉叔，
一个白面的老母不想人的钱哦，别个开开了，一岁一岁一岁。阿六啊，我别讲了，对不对？我头我别讲了，他等家是用到的世家呢，所以那钱哦，一定是我那足多的地啦。金宝，我来讲对不对？你点点看宝宝。阿姐啊，你每天要别乱讲，你今吃几卡米沙？年轻无等来，我吃未落。阿姊，你别烦恼啦，我听四栋的老母讲，讲几乎今天就回来啊。董少爷伊那娘在讲的话，跟我准算。嘿嘿嘿，子硕，那个北边的老母讲的话，你来听的啦。阿六爷，叫你别学别讲，那个讲袂煞啦。吼吼，是安怎我讲的话，你那拢唔听啦？等你那中到那个北边的老母的计吼，大家后悔都未去啊啦。夫人，古老爷来了，去请你吧。是。你是要甲我讲，小公这么人伫对？但是是我做的，我家己的担当。在那冬阴堂下毒的人是我，在古井水里面藏毒的人也是我。藏毒的时间，甲藏毒的地点，这张纸写得足清楚的，你提起。小妹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小公阁活是吞半年，感觉你安尼做，敢有价值性？是我做人安尼最后的希望。虽然小公伊只有半年时间谈话，也毋过我希望伊会当甲伊所爱的人快快乐乐来过完伊一生。我听到伊嘛当替阮等家，我一个爱孝顺。虽然小公只有剩半年的性命，但是阿公，我希望你当替我来照顾你。小妹，该是安怎？小妹，你是安怎？小妹，小公，加油啊！小公，你是安怎？当家的，那是真真在在一种草药，就会当讲着。哎，阮董家一世永远不得犯罪啊！不过这是我的回想，和两位小师傅苦心万等来，希望你们看卖啊，你得靠我好啊。小孩啊，娘啊，你唔免我受巧。小公，你有听到无？来，赶紧落去啦，哈。我，我。半年时间。我要回去陪我老爹。你两个人，你若要回，你就去带伊回。你找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小公，真细汉
了都疼惜你，你这样灰灰惨惨，你阿娘为着要替你团聚，真好痛苦啊！娘，金凤哥，虽然你甲小公也无直接相亲，我做只阿姑，会用替你做主。希望伫个半年内，你会当替董家团一个兄弟。我代你小公伊阿娘，我要甲你拜托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水母，你哪在这？娘哎、欸，我都日头光当啊，日头暗，他刚那么来这等你。哎呦，水母嘞！我唔敢无来哦，我烧一个哦。嗯，我已经气煞不了，俺紧转来。可怜可怜，哎，哎呦，水母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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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，这阿公无感情来好安尼啦，不哩讲爱无，迄个世间通人无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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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啊啊，两个，两个，哎呦，水宝，你要紧无？我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你不要紧嘛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紧起来啦。哎呦，阿伟，进来啊！嘿嘿嘿，阿姊。哦。等来等去就好呀。哎呀，想袂到管老爷会帮你无事，帮你等来。哎，我敢若袂输第一面盲呢。不是咧做梦，是真正无做红帮等来。哎呦，沿路我爱你等来哦，人看到拢讲咱咧讲爱无哦。志宏，志宏你等来啊？是啊。好，马上。好，小心，好，小心，好，小心，好，小心啊，好，小心啊。嘿嘿嘿嘿，几条街？哎喂，阿你等下，是啊。阿来，头家等下当然嘛是好消息啦。我知，我知，是头家等下是好消息啦。杨哥，杨哥一条比这还大条的好消息，不是什么消息啦？阿东吼，迄个白面的因老母啊，今仔假吹风自杀，出去，出去。你是讲，当你讲因老母死啊？嘿啊！我听人讲哦，迄、那个白面的老母伫委员书写，顶头写讲哦，离咱店下毒的人是伊啦，离高这下毒的人嘛是伊啊。你总算现身了。竟敢闯进我的金银窝，敲打我的元神，到底是何居心？恩元神，你果然是金鸡。哼，你我活妖不同界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更有羞耻。你何必苦苦相逼，坏我好事呢？金鸡，你不在洞中修炼，竟能下到人间，勾引陈龙与他拜堂成亲。你要本就有名，贫僧有心劝你趁早回头，以免铸成大错。此秃驴，难不成你今天是来教训我的？其实我是来找银凤的元神。银凤的元神已经失踪很久了，现在不在这儿。银凤的元神失踪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吗？我当然关心，只是我帮不上忙。银凤是你妹妹，你要帮她找回元神，一起回到这里印证菩提，才能修得正果。阿弥，不能是，不能是，你回来，回来！
天鹏，天鹏，天鹏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拄啊向阮昏去，我足烦恼的呢。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？我可能是思念银行过头，才会安尼。我即摆已经不要紧啦。不要紧就好啦，我倒一杯茶给恁哦。哎呀，咱搬回来新厝住好不？咱这久唔捌回去，搬回去住好不？好啦。一台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感觉好像有客人要来耶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是不是阿荣？阿荣，他的毒已经好了，他还会找我有什么事？他当然来向你道谢啊。中毒是他的结束，能够化毒痊愈是他的造化，道谢就大可不必了。何况在他喝下千年灵芝汤痊愈的那一刹那，他们都心怀感激，这样就够了。唉，我不希望他们大家再存感激或者有什么回报啊。可是我就是感觉成龙会来嘛，而且啊就快到了。你的预知能力如何？马上就可以揭晓了。金凤啊！阿弥陀佛，法师，这破庙是我暂时歇脚之处，破旧简陋，不易待客。金凤施主，贫僧失礼了。不待法师客气了，经过法师指点，终于救回了相公的性命，我们全家人都非常的感激，感恩不尽，不知道如何报答才好。嘿，怎么样？我还是猜得意想不菲，而且是重点部分。自从法师高抬贵手，将金凤的元神释放归位以后，我常常想到我妹妹银凤。她的元神离开她的躯体已经有好一阵子了，而最近布袋师又到处在寻找她的元神，甚至在梦中常常质问我。我非常的困扰，心里也十分矛盾。法师，金凤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金凤姑娘，你还记得我将元神还给你的时候对你讲的那些话吗？金凤记得，金凤记得，金凤有名不忘。记得就好。你小妹银凤如果能够跟你一样能够做到我讲的那一些，那他的元神自然就可以归位。否则只要有一天他的心灵不正，他的元神就无法归位。不过我非常的担心金凤跟布袋师会误会我，会不断来纠缠我，甚至逼迫我。法师，毕竟银凤是我妹妹啊，她跟了我1500年之久，可是她现在总是认为她失去她的元神是我拖累她，是我害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得道才能成仙，元神能够助人为善，也能够害人为恶，善恶之间得看心灵意念是不是能够明辨是非。那请问法师，他何时才会觉悟呢？这就是你姐妹不一样的地方。银凤如果悟不通参不透，任何人也帮不了他。银龙，银龙啊，
金龙，哎，金龙啊，嗯，那是张一队，哎，哎，阿你来你家，阿你阿伟，你是别搞我惊死了啦，阿我都吼，阿都，来找金龙是吗？你想了解我？阿兰，我知道你对银行很痴情很好的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董家的人，我看你还是死心了。那是没法度的啊，但当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啦，人你说爱就比较惨死，我就是那种人呢，我死中的啊，你要叫我爱第二个人哦，那是不可能的事啦。想不到你对银行这么痴情，是阮小妹无这个福气啊！小刚，你先走一下。你家里面骚动我，别这么不给心血关注我。我记得今早我就去听伊说了不？你是在讲啥物话？我以前阿娘听的时阵，我拢好好啊加油啊，我听听了伊生气，我记得阿娘无听的，我嘛无法度加油啊，我阿娘话咧讲无啥物意思，伊今日我死死的好。死就当解决问题啊！是，你袂记那古先生甲你讲，伊讲了，你就要好好表现，为着董家的名声，爱认真拍拼。你搁提醒咱，一定要为董家生囝、团圆时，你若即晚都想袂开，董家是毋得个事啊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好恐怖啊！阿娘那是有灵性，看着你为阿爹，也更加艰苦，你知影无？小龙，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伊太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觉悟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错误。阿姊，你找我出来有什么代志？我这久唔捌听到你叫阿姊啊！咱姊妹啊，本来就不应该这么疏远，对不？无唔对，白白是姊妹啊，佮派有甚物差价尔啊济？这五百年来，所有的好处拢是你的，歹处拢是我的。既然是姊妹啊，我派有甚物差价尔啊济？我感觉足无公平。我知影你讲的是感情的代志，我嘛知影你佮伊阿英，也毋过感情的代志，你安尼讲才算公平呢？伊即嘛是你的姐夫，毋是我的翁婿，你要叫伊变作两个人吗？那安尼我问你，咱两个东西失去完形。为什么你家一个点点啊，把你的原型找回来？啊，我因原型呢？你一点拢无关心，你一个做阿姊的人，啊，你敢咪想自私？不是我自私，我是受到部队师傅的谅解，佮答应伊的条件，伊才将我的原型放回来，并不是我家己去找。金凤，我真是唔知道你的原型伫倒位啊？条件？你想你讲甚物条件？讲是条件，其实真简单。我答应布袋师傅，袂使使用法律去做歹代志害人，而且爱加做一寡善事，加积一寡功德。你讲得遐尔好听啊，我无可能相信。那是妖精呢，妖精就是妖精，也毋是人啊啦。哪有可能做善事做功德？是真实的，布袋师傅不收咱的原形，就是爱咱做一个真正的人。哪呢？我的原型，你懂在底下？这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敢跟他问。
修炼五百年，辛辛苦苦，才有一拄爱道行。想袂到这么完成，却胖无去，我实在足怨恨。师父，我姐姐金凤的元神，您已经还给她了。我想请求师父，也把我的元神归还给我，好吗？阿弥陀佛，请师父大发慈悲，归还银凤元神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归还你姐姐的元神？我姐姐有对我说过。你自己讲。你跟金凤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怎么样？没自信了是不是？到了你有自信的时候再来找我，你才不会失望。不过阿弥陀佛，师父，请问一下，我妹妹银凤的元神是不是还没到被释放归位的时候？问你最清楚了。我来替我妹妹做担保，可以吗？阿弥陀佛。阿姊，卖个求你，我甘愿卖完成。林鸿，你免这么气急。布莲师傅的意思是，你若是当改过自新，以后你有缘会当重新修炼。小芳，人生无悔，贪欢难心。人生无悔，贪欢难心。我看你出去那久没回来，我得看你来这。你是怎么想的？你那么没精神？没啦，我刚才去拄到银行。你姊妹已经打坏感情，没来往了，还找你，一定没好事情。你不要白想啦。你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跟你小妹刚才好斗病。我是怕你哦，叫他带坏，一个懂改人，哪会害到害人？我哪会当无烦恼啦？你放心啦，我跟银行只是讲一个姊妹之间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去对伊做啥歹代志？我一世人上大的愿望，就是要跟伊做一世人的翁仔某。我咧跟你甜甜蜜蜜。我们爱爱过一世人，咱永远都会互相扶持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啦。